这他妈就是副市场嘞，抛个抛几道又去了，哦，追过来了，他们给打了，副市场门口警察打人了啊，穿白衣服的全都是。在车前拉那个建房仓的房子的，你看这队伍看不见头儿，你都。啊，对，当天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，前头有好多。我的天哪！八千人的房仓，八千人的房仓全靠这个。半个月修建的这个房仓啊，就是这个情况的。你看有好多房子，前前后后十多排哦，将近20排房子。哎呦我操！这家伙，到一块发窝了都是。